我们还是在，因为我们会讲台话啊，泰国话很像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的，是吧？是啊，他们讲泰国话就很像潮州话的我，对不对？潮汕话，他如果是很像潮州话就还好啊。我听他们讲啦，我也不懂啦。他们讲有一些音的不同啊，有一些东西就好像马来文的 discount 你们也 discount 样子，大家都听得懂。有一些不懂的，像你讲福州话，像那个闽南话，像那个好福州话，那个也是打的。回来呀，回来，再厉害的。福州话没有拉他的。哇，就是中国那个地方的方言呐、说出来跟那个话是一样的。对，我忘记了，我讲的是找下看。那意思说啊，可能日本人的后代就是从那边来的啦。有讲过吗？日本的祖先从那边来的。有带一个他们讲的祖先叫徐福吗？徐福对。徐福就是秦始皇派过去的那个。那个徐福就是那个出来的。这样子就不懂了。他要打死了。打死呗呀。我来发疯了，全部都有，其他是不干的。但是你开下去会上。啊，宁波话，宁波话啊，另外一个人，很像日本话啊。来了。没事 ，OK。我来听。没。来来来来。没呀，马凯哟，哎，不免费，还跟他这里吃的。不免费，那那算。哎，不是你那两粒是没有电了啊？这两粒没有电了没？我刚刚来的时候。啊，马特里马特里 ，Hello Hello Hello。哦，没有电了，我拿去换了。是你穿上面那两个。Hello Hello My Pants。最左边。没有，我看了，啊，有电了，拿得了，因为有两粒，刚刚换四粒出来了，啊，放这里吗？我放在外面了，应该看到少了两粒，应该是换两次啊，是啊，没关系，等下看看。
你看我怎么会还有第一次，他敢关哦。